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天王刘德华最近才被媒体爆料在香港至今上亿置产买飞机安顿妻小，几日后又有媒体爆出华仔即将再为人父妻子朱丽倩再度有孕的消息。碍于习俗未满三个月不能公开，才选择保留喜讯。刘德华虽然已经有爱女刘湘慧，但传统观念的他还是很希望能有个儿子。有人透露他从没放弃生子，为此寻遍中西名医，为47岁的老婆朱丽倩调养身体，甚至求神摆阵，只为求得一子。事实上他早在五月初被记者问到是否有再拼个儿子的计划时，就曾爽快说答应，被媒体猜测疑似乐晕头漏了口风。最近华嫂被拍到小腹微凸，更让外界质疑是否悄悄有喜了。而近来刘德华为了保护妻女的隐私，买下三处逾亿元的豪宅，加上保姆保镖及方便一家三口能共同出入的私人飞机，粗略估计至少5亿人民币。安保工作做得如此周全，再添一子也没有问题啦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